我觉得那一部还蛮好看的。啊，我想要排球少年的衣服，那个好可爱哦。啊，要存在感哦。慢慢看，慢慢看哦，慢慢挑，慢慢看哦。找排队的景色，慢慢看，慢慢看哦。哦，慢看。欢迎光临哦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哦，慢慢看哦。要谁吗谁 ？Hello， 你家有几个烂萝卜？一个吧。我好像没有把它拆掉，我会把它拆掉嘞。可以拆掉哎，这可以分开哦。我要买很多。行欸，它是整串坏掉，那时候是买好几组，然后它就直接坏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到这边它就会长，我以为可惜了不能带走。我想说可以来挖坑虫用，就抓一些特殊的虫子，又是抓特殊虫。慢慢看哦，欢迎光临哦。欢迎光临，电视的，哎呀，好恶哦。可是它有八千块，它有八千块，只有抓到这个而已。刚抓的，欢迎光临蚂蚁门市，嘿，欢迎光临。他怎么？他动作好多哦，他动作好多、哦。那之后我也拿到，那他现在戴口罩了，那我就来送你礼物，送你们，好、哦，送你们哦，不用钱，慢慢看哦。不要跑步哦，好、哦，不要把我花踩掉。在跑爽没？哇，那音效好大！吵死了，太吵了。太吵了，安静一点。音效太大声就很吵，小声一点。好像哇，小猴这样好可爱哦！
还会生气哦，你会跟着邻居吵架是不是？你那是彩绘哦，前面还有眉毛，还有眉毛跟那个刘海，好笑哦。好啦，一个是起床气，是不是？小猴，你是不是起床气？这是起床气，哎，我可以治起床气哦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哎，帮你治啊，帮你治疗啦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东西，早说嘛哦。哎呀，我帮你治疗，我帮你治疗哦。你讲这个药服下去，马上药到病除啊，阿弥陀佛，好。保准你睡好觉，发大财，平安喜乐哈、哦！啊，这个符水给他喝下去哦，好不好？不要起床气嘿！哦，小姐，你这个一脸就是他妈鬼压床的样子，你是不是被压？哦，你一脸看起来就像被压的样子呢。好、哦，这个符水你也喝下去。啊，三餐饭后是啊，你要不要睡前的？啊，睡前的送给你啦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哦，啊，不用感谢我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次看免费的啦，啊，第二次看要收钱，知道吗？哦，你们两个遇到我是你们人生中的贵人哦，可以接摸吗？还想摸啊？现在想要摸我的袈裟？还在摸我的袈裟？怎样？笑死！你要摸是不是？好，给你摸，可以摸，要摸是不是？来给你们摸，来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可是我小春笋，可是我不会做星星棒哎、欸，白痴哦，我才不会用斧头哎、欸，把我的自己的树砍倒，哎、欸，哪里？在哪里？的观众，他又把我第二颗菊花挖走了。
花都，嗯，那么多的花都被挖光了，他是带回家，他能拿去卖？他没有说。对，真的很庆幸的是这一区的玫瑰是用栅栏弄的，不然那朵黑玫瑰他妈已经把它摘掉，我摘掉我直接给他攻，你放个采花贼进来，没有想到他对于采花的欲望是这么的如此强烈。看，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哦。呀，我好像感受到了一股恶寒。跑哪去？好可怕哦！看，他是不是在到处挖洞？光是补他的洞要补一个下午嘞。嘿，咖啡，你有没有？那么摇那个什么啊，椰子，你可以拿椰子去，在左下角，哪里呀、啊？烦，老朋友。小朋友一直挖我的花，他在左下角冲山小。Hello， 于飞，这干嘛？那我自己卡住。看到他在左。小哥，这是开玩笑哥，他妈的，要动。